这包子是属于咬一口没见到馅儿，再咬第二口馅儿过了。请带上你的宝贝儿去卖藕丝糖吧，咱俩今天又干叫卖的活了。你知道藕丝糖是什么吗？藕丝糖，就是用藕做的糖。藕做的糖，OK。我想今天咱们俩的生意应该不算太好。没事，我卖不了，之后咱俩自己吃了得了。咱俩今天晚上就吃藕丝糖。不用做饭。不用做饭。耶稣。走了，出发，走，出发。